以前，哎，姑你来了。美丽在家了吗？美丽，姑来了。姑先坐。美丽，快一点。姑，你来了。哎，我这。好。咋了，姑？你看你那脸是咋保养的？保养的那好，你看我的脸啊，星星点点的，还黄一下。好啥的好，我以前脸上也是呀，净块块滋滋的，都没法看。你省啥呀？擦新面膜，我给你拿。好。俺嫂子可知道我使的啥？我都可是让咱进屋里走。好，走屋里。来，姑，先坐这啊，我先让脸你擦擦。来，给你叫了公子，公上。擦擦，我先给你喷点水。咦，这脸上还真是点儿还不少嘞。先给你喷喷水。美丽，老错了。你给姑母这个面膜非常好用。来，姑，我先给你敷半张脸，然后你一会儿先看看。好了，这得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就中。嫂子，你和咱姑在家先说说会儿，不要着脏东西收拾收拾。好。姐姐，这铺上去会了，谁咋整错过了？家里面看你有洗衣机装没装错？我一天十可多东西都不中了。用这个，美丽用这个，现在美丽皮肤好。姑，好了了。好。来，我给你接了。好。咦，玄儿呢？瞅这脸，一会儿你照照镜子看看。啊，啥样？咦，就是不一样。不一样吧？大不一样。不一样吧？你瞅瞅这，看着嫩乎乎的，脸蛋都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咦，真是不一样。好像眼角，嫂子，大有明显，是不是啊？嫂子，你看，真的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美丽，你那搁哪买的？我也买的。呀，我这还有半坨的，一会儿我给你拿出。咦，美丽，你给我摸摸，也不能再送我点东西啊。没事啊，那走吧，我给你拿。正好，让嫂子给你拿出来。